哎呀，这个鱼好大哟！还称量，还称量，还多少？哦，20斤，20斤零5两，20斤零5两。哦，这鱼好多啊你！你们看这个鲤鱼好漂亮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鲤鱼，20斤零5两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朋友送了条20斤的大鲤鱼哈，我们今天来做几种口味的，总有一款你们会喜欢。开干！哦哦，抠掉鱼鳞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，不要丢了。去掉内脏，你们看这个鱼盆有好大，来嘛，鱼子都有3斤，这是鲟鱼子就值钱了哈。来哇，抬一下边口，哎呦，鱼好漂亮！你见过这鱼脱骨没有？今天见到了。嘿嘿，你看，排骨分离，鱼头、骨胶用来熬汤，取下鱼腩，鱼腩开刀，剁成小块，里脊切成坨坨。你看这个纹理啊，就像四文鱼一样。葱姜、盐巴、鸡精、料酒。红薯淀粉搅拌匀，过了这个年头都稍微厚一点就会了。再腌制20分钟，鱼鳞、盐巴、陈醋搓一下去腥，加入清水，鱼干备用，用厨房纸吸干水分。阿公点火，然后再开干，烧油，油再下到鱼块儿，小炸一下，炸至两面金黄，捞出来备用。鱼鳞裹上干淀粉，每一片都裹到位，将就这个油沾鱼鳞，沾至金黄酥脆就可以了。盛出来，趁热撒上椒盐，点缀香菜一根，椒盐鱼鳞送给你们。阿哥，你喜欢喝茶的嘛？我给你买个煮茶机。这个泡茶都好精细哦。这个不仅可以泡茶，还可以煮咖啡。你看嘛，这还有滤网的，而且你喝茶就方便了。这个泡有点贵哟。阿刚不贵，我是在德沃上买的，他们家的小家电啊，品类齐全，颜值又高又实用，而且最近活动力度很大，我这个买起来才100出头。点主办方链接下载德沃，现在还有限时补贴，很多大牌啊，一元就几乎秒杀了。哦，那我们吃完叫我用一下嘛。要的。切点姜蒜，青红椒段，再切点肥肉润滑锅，烧油，来点肥肉，小火煸炒出油脂，放到葱姜上爆香，下入豆瓣酱。锅边放了料酒、鸡汁、蚝油，下入鱼块，翻炒均匀，下入2罐啤酒，再放点鸡精白糖提鲜，撒开转小火煮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再放点青红椒圈点缀好，再大火收汁。要得了，七哥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啤酒鱼块送给你们，再腌鱼腩、盐巴、鸡精、生抽、蚝油。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，烧油，再加点猪油，下入姜蒜爆香，猪肉酱、海鲜酱炒出酱香味，来点鲫鱼豉油，下入腌好的鱼腩，放到灰门，加入清水，烧开小火煲20分钟。这个也好了，哦，再撒点葱花，点缀香菜，鱼腩豆腐包送给你们。就这个一鱼三吃，我厚几点皮，你们个小红心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爱你们喽！来呀，我去，又得开干，走。这个烧的觉得怕得很呀，所以这几个菜全部都合你口味呀。这儿还回门儿，要有点怕。那儿还有个下酒菜，吃点回门儿的。对，回门儿觉得巴适。千滚豆腐，万滚鱼哈。哇，哎呦，鱼就红火眼了，我跟你讲，那鱼都特别巴适。两样都对。那这三个菜哪个最巴适？都巴适。最喜欢吃这个啤酒鱼啊，以后天天给你弄。好、啊，哎，吃过鱼皮了没？那娃娃上这个鱼鳞，脆的很，你尝尝，咬着不？嗯，你，哎呦，嗯，好吃，吃饱没嘛？吃饱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，给我喜欢，付了就给我们，我倒霉，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